开始洗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又来雪佛兰 4S 店给粉丝来提一台雪佛兰克鲁泽，现在正在洗车，马上洗好车了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一款车。洗好了，现在开到展厅前面去。今天提的这一款灰色其实挺好看的，这个车白色和灰色卖的是最好的。你看一下生产日期，这个是一个第一类车，到现在我估计就是一周左右、特别近。今天提的这一台克鲁泽是一个悦享版的，就是不带天窗的，现在预算80000元左右，买这个车是非常合适的。首先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一款车的一个配置，全系标配 LED 远近光灯和日间行车灯，皮座椅什么的。然后功能的话就是导航、倒车影像、定速巡航。一到夏天要别这是夏天走。对，看一下后备箱工具，备胎、天气钉。都是什么？对，都在这个里边啊。夏天背黑车皮质，夏天背车不质带的。所以说黑色灰色让你挑嘛。现在的克鲁泽大家都知道哈，是22款的，就是比21款多了一个后排头枕，但是呢，厂家把安吉星这个功能给取消了，整体的话属于一个减配吧。打开。你看一下那个公里数，就刚从车库调过来，8公里。有人来的，我打开。钥匙钥匙给他。先听听。对，打招呼，听听。三十八层。三。命。我把这个给你打开啊。语音已启动，一会儿看一下，发动机。小雪来唤醒。你知道这个语音功能吗？不知道。你先无话看我。这个你可以试一试。对，它那个有个话筒，然后用语音都可以控制。打开后备箱。这个不可以。你说的对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那可以干啥？你可以跟他说：“你好，小雪。导航到北京。请问你要去哪？北京天安门。找到20个北京天安门。它语音可以控制导航，其他的东西。它就是自带流量是吧？对对对，自带每年100G 的流量。那就是导航就够了，反正。大约需要8小时23分。搞到底是不对劲。上面你看有个随身听，看到没？对，可以听歌，音质还不错哈。嗯，声音太大了，这是太声音了。CarPlay。对。那可以 CarPlay 吗？支持卡布雷，那苹果卡布雷是苹果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对对。安卓上就看来看来，这个连连这个什么？看来怎么连着的？对，那个是连蓝牙嘛？嗯。手机。发动机看看一下不？看一下，来，我给你打开。你好好看看。嗯。这个热乎的。再给我口一下。对，来来，你口一下。哎，能找到不？在这儿了。好。来，我给你支起来，来放，往下放，好。一二三四四个缸，这个都不会错。黄表，黄色车表吗？这表我管贴不？可以贴，它不会不差不差，对，颜色是可以改的。买个那黑的，这样往里糊。对，可以可以，走吧，今天办手续。Later， 打开车门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雪佛兰克鲁泽 4S 店交车搞定。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关注抖音、头条、懂车帝等视频。